现年38岁的陈家佳，虽然昵称叫细细粒，但是置业行以来一向都被人肥妹仔的形象，加上经常直播大饮大食，曾经自爆体重达到260斤，即是大约287磅啊。不过细细粒自从去年开始就积极认真减肥。昨日细细粒再次分享他减肥成功后的最新自拍靓相，极瘦的他五官轮廓都近见标致，加上化了精致的妆容，的确变得好靓女。网民都纷纷留言大赞，极瘦后的细细粒好靓女，更加指他同1996年港姐冠军李珊珊撞样，终归咎减肥方法了。